板送个衣架，不多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子，今天跟着阿姨他们去永兴县里面逛逛，然后买点东西回来。突然想到，就是以前有些人特别无聊，专门跑到超市去捏那个方便面捏碎。关子。啊？是不是的？什么？捏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是有点面食。有点面食味。拿去自己边，看自己挑了，不喜欢拿一块。你夏天穿的薄一点的。这都是夏天穿的。可以，这个了，那也不住在这边了，你在这边住还有地方吗？你住哪里啊？王岭那边。王岭啊？哦哦。今天在这边创业，就经常来县城玩。啊，可以，欢迎。哈哈。可以买个背心吧。这个背心多少？9.99。对呀。哇。买个背心，是不是送个衣架？没有，这衣裳架不送的，鸭子不送的。男主，男主回来了，坐车坐了10分钟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